停车！停车！我是警察。啊，现在征用你的车，追上前面那辆车。啊，行啊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劫匪劫持了一辆出租车，正在前面。我现在正在后面追逐，正在后面追逐。全体听我指挥，听我指挥。那我不给你打表了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你。我现在征用了一辆出租车，征用了一辆出租车。京 G 三八三五三，京 G 三八三五三，注意我，注意我。工作挺辛苦啊。是在和我说话吗？哦，是啊。哦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哦。一个月开多少钱呢？3000多，4000，得有5000吧？不是师傅，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，您能好好开车吗？这师傅不是看你们人民警察太辛苦，想关心你们一下吗？关心你，好好开车就可以关心我了。好，感谢您的配合。盯住，盯住，谢谢您。行行行，我正在车上，我正在车上，得有5000吧？师傅，您这么好奇这个事儿吗？啊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您请别跟我聊天了，可以吗？啊，不跟你聊。谢谢您。行行行，我现在正在车上，现在正在车上。啊 ，OK，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记住，大家隐藏好，不要暴露，不要暴露。跟谁唠呢？算加班吧你。师傅，您能别和我说话了吗？哎，不跟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感谢您，不要和我说话了，谢谢您，我正在执行公务。行，谢谢，不说，肯定不说。有加班费没有？能别和我说话了吗？啊，不跟你说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不，你这样是犯法的，妨碍公务。不跟你说，保证不跟你说，不跟你说。感谢你。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哥几个牛逼，那拉了个警察追劫匪呢。没跟你说呀。干什么？没跟你说呀。跟别人说也不行啊。也不行啊。啊！暴露了，低头，停车！一人携带武器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你这工作也太危险了，你这么在乎这个吗？不好找对象吧？哎呦我去，一枪没中啊！能别聊天了吗？低头，不要命了！低头，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是北京户口不？你怎么这么在乎这个？能别说话了吗？你不是不好找啊！闭嘴！闭嘴！闭！闭嘴！闭！但你跟女生别这么凶啊！呼叫总部！呼叫总部！呼叫总部！我遇上麻烦了！遇上麻烦了！敌人携带武器，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师傅，现在车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快，我们到后面。哦，师傅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的，您放心。你们这行也太危险了，做我们人民警察的就是保护您的安全，不用怕。那女方也不能同意呀。能别说话了吗？能别说话了吗？不能，师傅我就是关心你们呢。前面的劫匪干嘛？你们都是什么工作呀？干嘛？师傅你们工作都稳定吗？师傅你们都找到对象没有？他们都笑你了。师傅你们对女生可不能那么凶啊。师傅举起手。师傅你没事吧？抓到了吗？刚才您吸引了敌人的注意，我们的狙击手已经把敌人击毙了。那就好，我马上送您去医院。等等，你到底是北京户口不？感谢好事多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还有投票的观众刷投票了，最后一组。好，掌声送给好事多磨。哎呦啊，感觉浩南演爽了有点啊。是啊，是就感觉上一次演出还在刚刚啊。啊，觉得很快嘛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啊。自我介绍一下
你先说不可以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摩天轮，来自沈阳大风天喜剧。大家好啊，我叫浩南，来自沈阳大风天喜剧。这本场唯一一位两次演出的选手是吧？什么感觉？作为一个老演员了，属于是吧？在舞台上，他说就是特别骄傲，也没有，特别紧张，很忐忑，很忐忑，就怕拉胯两次。啊，你觉得现在是拉胯一次了吗？就是也是两次，没有哈。然后这个你俩合作了多久？得有一个多月了。啊，咱们这个戏你是真心呐。但我们两个认识已经很久了，认识有三四年了。那问一下，教主老师，看了你们的表演之后，我想刚刚应该全是二维码的责任。上一集小玉出国的原因找到了，连夜跑了。我觉得非常的好。之前你们参加之前，其实那个谁就跟我说，我听到很多人就说摩天轮做 sketch 然后做得非常的好，那么大风天有几个本子非常的强，然后其实我是抱着非常高的期待，我说能有多强，而且你最后一个，我一会儿等你冷了我就羞辱你，我说最后一个演这么冷还怎么活，还不如去当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你这怎么办。然后呢激动了，然后但是完完全全超过了我的期待，就是我那么高的期待仍然超过我的期待，我笑到最后都完全没气儿了。我在想真的很好，也帮我想清了，就是我是不是也应该尝试一下 sketch。 想多了，不要冒进。